二姐啊，我想让小妹洗个澡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能不能少点会儿啊？二姐，二姨。你是风。你干嘛？你疯了呀？你就面对现实吧，你是玩不了的。我去，小妹，你这样也能玩？你这样玩的肯定不舒服吧？要不要我把钥匙给你？你去打二姐一下头，我就把钥匙给你。二姐，你说就这个石头打你头，你说疼吗？你说疼吗？小妹儿，我忘了，昨天是大姐锁的你电脑，钥匙在她那里。哎，你先别慌，我替你给大姐买了份礼物，你送给她，她开心了，钥匙就……啊！你在怀疑，你在担心，你在拒绝我。